利益十方啊。假如我们今天呢、啊、的生命呢、啊、都非常短暂啊，能发挥最大啊，为助益更多人。那我告诉你，来这世间就没有白来啊！说提升自己、成长自己，将为利益十方，就是佛的本愿啊。像我们今天来学佛，还要跟佛的愿力一样啊，这是学佛啊。像我们也给大众讲，人道来讲，你看看呢，看到故事很多，像今天看到那个啊，异族的故事很多，呀，每个家庭都有孩子啊。都是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，从来没有人家讲说啊，可以不病不死啊。现在可以讲这个生命很珍贵啊，生命能发挥真正的啊这个意义，就是帮助人呐、啊、脱胎换骨啊，能够尽兴啊，能够利益十方啊，真正的帮助着众人能够往生西方啊，这是佛法的大根大本。假如大家能够清楚啊，就没有了白来这个世间啊，所以说注重度众利益十方很重要。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啊，这个生命啊非常短啊，你看看现在人看今天看到明天不见很多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人生是无常的啊，只要你知道这个啊上的啊用上的循环啊，能够利益众生。那给大众讲，那不得了，你是正学佛的啊。像我们在学佛来讲，注重第一个注自己身体的众生啊。现在你看生病都是众生起来的，像外来是附体，像我们的众生他们都不给你化解的，那为什么不给你化解？个性啊。那现在我也给大众，你们在学佛学什么？改个性啊，人家你个性都不改，众生都不跟你化解。你看，重重变的身体都试下来，啊，说注重度众利益十方是各生命之责，各有发挥，啊，彼此互助，共同成长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像我们心在改啊，啊，这个细胞都改啊，啊，细胞改不干扰你啊，你能智慧如海的嘞。像我也给大家讲修行呢，第一个救自己身体啊，不要讲我要救多少人，啊，那就是救自己身体简不简单？改个性而已啊，很简单的嘞。看现在人道来讲，个性非常难改，很可怜的嘞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能够注重度众利益十方，是各生命之责，每个人都要的。像我们讲要贵人贵人了、啊，啊，你要去播种。啊！你不播种，怎么会有贵人？人道贵人很重要，所以各个可能发挥彼此互助，跟同成长。那佛法华脉就有人成传了。啊，再接再厉啊，所得利益再度更多的众生。像我们现在在讲啊，重重无尽哦，啊，现在佛打开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么多众生，大地也是，这里是，很可给大众讲，很可能不懂佛法。像我们这里香火道磁场好，你看今天带主这里就有十几只，那边也十几只，很多的嘞。大小都有啊，啊，看到袋鼠，啊，看到澳洲的很多，啊，那个子很高的，腿都很长，哈哈，那怎么会去变袋鼠呢？
像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宠物也不能太宠，啊，像有的人宠的狗很宠，到了自己变狗，啊，都在最后一列啊。像我给大众的丑只能享福，不能享东享西，不然就去做畜生道去了，划不来的嘞，啊，所以如此啊，上循环，终向于解脱之境。像我们现在所得的利益都在注重的嘞，真的，我相信佛力啊，净土本不会盖得非常庄严的啊，佛大福报啊，度了这么多是无量无边的啊，我要此利益啊所求，这句话也给大众讲，像我们人道啊，很多人妙不懂。啊，以为这个很好赚，啊，这个人家布施啊，只要你吃了，你没有修，都要还的嘞。像我们道场不给布施的，你要做你去超度了，真正的利益给大众。像我们每个人呢，业都很重的，哎呦，众生很多。那为什么众生多？想来的啦。我们很冤枉，也不懂。现在我解开才知道，哎呦，原来我越想越多，众人越多，那就完蛋了。像我刚才学佛，啊，我要怎么进化？不能想过去啊！啊，我用了很多的方法。后来想，好，我不开车，我坐公车。啊，我在等公车，也在北京上车，也在北京都不看。这一次进化以后，我就脱不出净。我进了好久，不然你从我一直想，啊，想众生就进来，真的很可怕的嘞。像我也给造成人道也不懂了，好像都在计划，都在想了。你一计划，众生就到了啦。不要计划，无要此利益啊所求。啊，至于生命时间呢，尽力发挥。啊，能利益十方，十方皆得益，啊，皆得往生。像我们啊，出家比丘、比丘尼啊，最少有本事当，啊，这个身心疗法。像你们现在都有资格了，就好像你要问他什么病呢、啊，你就问他细胞，阿妈都教你们的来。就好像我常常说，来，孩子，你也看看。这个叫细胞跟他讲讲话，有没有？他都可以讲话了。你们要学到这样，啊，主要在净化，多拜佛，很重要的。像啊，相公大佛比丘比丘福报最大，好好的修行啊，这环境又好，好好的修行，自己精进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。啊，每个人都要尽心的，啊，每个人都要有责任。啊，自己要有扛出责任了、啊，啊，你真的是比丘了，啊，比丘比丘你都一样，说无要此利益所求，啊，像等我告诉你这一点一滴啊，啊，都是叫度众的，啊，只因啊生命时间尽力发挥，像人道来讲，啊，不要讲说啊你多少多少。就走，其实你真的为了净土法门啊，你要活一百多岁都可以的嘞，哈哈，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其实我也给大众呢，人呐、啊，活在世间活得有意义啦、啊，啊，帮助人呐、啊、脱胎换骨，不要再轮回，这个很重要。像我自己学到，我就一直想要给人家讲说，这很好，你们一定要学，啊，这么好的可以了生死，啊，这福报。大的就听进去，阿福报小的就听不进去，干扰。阿西的人道好不好修？好修。啊，像我们现在不好修，个性难改了。像我们现在死在这人体的个性啊，啊，每个人固执的不得了，哎呦，把自己给累死哦。
啊，所以啊，至于生命时间呢，尽力发挥，能力十方，十方皆得往生。像现在你们也知道，人都是因果来的，在你救人有因果，哇，你就被救了，你的福报就大了。再来人道给大家发挥最大，啊，因造好，果就好，啊，千万不要自私自利啊！像你啊，每天啊自私自利，享受，啊，住豪华，啊，开豪车，没用的来，不能做主。像我们今天啊出了家，为什么一身轻？啊，没有一点负担，你这不见性，绝对见性的嘞。像我们现在啊，佛在讲利益只是使循环啊，能啊持续度众，这个就是成传嘛。啊，一直成传五光之力，帮助人破迷开悟，每个人都可以开悟。像这个世间的钱呐、啊，污染厉害哦，也要用在刀口了、啊。像你人多会吃，啊，笨死的，啊，这个爱钱呢、啊，放在银行还有罪的，很多我看的太多了，笨死的。像以前我认识的，看了很多，啊，而且样子也不一样。现在才会看人啊，真的。啊，生命很珍贵哦！啊，不是度众啊，给大众讲，这个就不要出家，要度众的嘞。啊，出家就是为度众，所以利益啊，使生命之时全力发挥，可以的嘞。啊，使生命之中啊，解脱无碍，就好像不变。跨步就到西方，就像我来回西方很自由了，讲这个好像是天方夜谭，啊，你相信也不相信跟我也没关系，反正我每天都要回去，啊，不然我去堪培拉这么多众生，我怎么受得了？不是这么简单的嘞。都要的嘞，那众生要度。再怎么困难都渡，往前冲啊！像我们这是大法，像今天佛讲净土本部啊，这个一进门就高挑二层楼哎，这高挑二层楼哎，啊，一进去就看到佛像了，还有无量寿经哎，啊，整个啊。那个面都是无量寿经，再来佛像，西方三圣，三尊的来，高挑的，啊，这个要有福报人去做了。像做这个东西啊，要很细，啊，要会设计，很重要的。所以利益啊，只是循环，能持续度众。像佛福报大，你看他住进无边苦众生，他说这净土本部啊，啊，假如能够成立啊，啊，这个灵啊，流浪的灵都能归顺呢。他说整个蓬古开天来讲，灵都没有归顺呢。像这个净土本部不得了，佛在讲哦，讲得很清楚的。没有人懂啊！说无关自己利益啊，自己当时一生无染。像我们现在最笨就是，这身体也有时间性啊！啊，贪嗔痴啊，那你就输掉了。像我们的贪，不是只有贪财、贪名、贪利。只要你要名利啊，你不可能尽兴的啦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你没看到魔众很多都是要名利的当魔去了。
这身体啊，给大众讲啊，要一生无染啊，你就不会生病了，不可能生病的。抓持生命之时，全力发挥；啊，使生命之中解脱无碍。啊，解脱无碍就不像人家病人躺在床上了。啊，要人家照顾了。你看现在医院很多的嘞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利益众生就是利益自己哦。啊，你能利益十方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像我们一口气在。坐不坐不坐不坐，很快乐的嘞！啊，像这种大法，净土法门大法，啊，能益更多，不病不死很重要。像我给大众讲，其实人可以不生病，可是我好心劝你，你们不要把身体抓得很紧，你会生病哦。因为这身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把身体给布施掉不得了。啊，像我们身体坐不坐不坐不坐，很棒的嘞。啊，提升自己，成长自己。啊，将为利益十方，将你的利益十方，那你就不得了。你的能量就一直起来喽，只要你要渡人，那你就有能量，不会说坐着就睡，坐着就睡就没能量。啊，其实现在我发现睡觉，啊，很可怕。啊，睡觉你的身体才一直给你胀着。啊，睡得多，看以前呢，啊这个，啊这个开车啊，看到老人呢，从门开车看到。就知道他躺着睡觉，那样子都不一样，才知道现在附体很多。啊，不是叫你不要睡，像修行人呐，啊，坐不坐，累就休息，休息出来。啊，这个好好的经营自己，净化，见性很容易的嘞。啊，我们今天呢能提升，啊，就一个算一个，那你就不得了，那就是你生命的发挥了，此为真啊真意义。不要身体给众人住哦啊，众人给你这么多在你身体呀、啊，那你就吃亏可大了。啊，你家不度众啊，大部分身体都给人家做走了。现在佛法没有人讲了，这不是老师佛讲出来，我们也不懂。啊，像修行呢，就是啊，注重度众，利益十方的。啊，是啊，各生命之责，啊，可以有发挥的。像你啊，越进化就发挥越大。这个发挥啊，净土给的叫做灵敏觉知啊。像净土法门呢、啊，你们要学哦。空间，空间有空间，空间你都看得见的。像众人在你旁边，我也看得见的、啊。这不能骗人的嘞。啊，他为什么不在别人旁边这里，还跟你有缘？像我们在学佛，啊，用这个心带动，一直改自己，改自己，改这个身，啊，你护体就少了。假如你这身体啊，啊，还是很怕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会很痛苦。像我现在给大众讲，像我讲经啊，讲这么多年来，我看到啊，为什么学佛这么多年生病，他没改个性。所以我都很加强在讲，你们个性要改，个性要改哦。
啊，不然你看看，你不怨自己没改啊，又是我跟了佛，我还有病。现在很多呢，加上我跟你讲，去医院看他的带佛珠的意思啊。啊，像那个赖会长讲得很好，啊，爱生气啊，医生啊，爱生气，这个一下就怒起来，你看，疫情都找到他了。像我也给他说，你要生气啊，细胞是燃烧哦，划不来的啦。啊，像我们今天呢，要净化净化。现在二十级，我也给比丘、比丘尼讲，你们没有更高的啊突破。现在世界很难度的，啊，十九世纪、二十世纪、二十七世纪也不一样。啊，你看那个魔戒都两只脚给大众讲啊，啊，我们今天学的大法。学了大法，自己要发挥啊，把自己身体布施掉了。啊，不行，布施的发挥不得了，把自己忘掉，没有自己啊，见性咯，很容易的嘞。像我们呢，在生命的发挥啊，给大众讲需要，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为什么？就你啊的灵性啊，不要讲这生啊，而且生也不会生病。像现在人道来讲，哪个不生病？不懂啊！啊，你能够把自己忘掉，不会生病的。而且啊，你能够在生命期间啊，尽力发挥，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帮助人破迷开悟。你给人家开悟，你就开悟了。啊，像我们那学佛都就讲因跟果啦。啊，你看造了好因就好果，造了恶因就恶果。像现在，啊，佛讲利益十方有，啊，利益是变化皆虚空界，不要啊。啊，十方呢，皆能够往生，而且你建立啊智慧如海。像你看到我们怎么有十三代祖师，就这样来的。啊，念佛念佛念佛，一直开悟。像祖师大德很多，啊，像独生和尚了不起啊，这个华严初祖。度生和尚了不起哦，智慧如海，尤其先祖国师了不起、啊。你像清凉大师活了一百多岁，都非常了不起的嘞。像这个修行哦，给大众讲啊，要真心呐、啊。像我们的身体啊，啊，真的要放下。不要一直顾着这个啊，一举一动那，那我告诉你，绝对不能坚信。啊，你只要顾着身体一举一动啊，第一个重力就把你给抓了。那佛为什么叫你忘掉自己？他找不到你，看你也不要忘掉自己，啊，你就是找不到你了。给这种讲要听哦，说无要实利益啊，所求。啊，自己生命时间尽力发挥，啊，能利益十方，十方皆得往生，啊，终向解脱之境。那个解脱之境啊，给大众讲，可能大家听不懂，说你已经够能做主了，可以的嘞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乘船。啊，这个乘船就是例子是此循环而能继续读诵，
无关自己利益，啊，自己当是一生无难。像这个身体啊，我也给你们探讨要听。家里一直想自己啊，我给你讲，你不能见幸福。那为什么能讲讲想自己不能见幸福？大家要听啊，比丘比你啊，比丘你还有十种要听啊。啊，你晓得为了这个身体啊，你的众生你超不完了。啊，你看佛一直叫你们把身心奉成沙。啊，你真的把身体奉成沙，没有自己了，我给大众讲啊，啊，你众生就走了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像这种子在我们身上，难着在你不能开悟。啊，为什么不开？他给你波动。你就不能发挥了，所以啊，人道来讲啊，没有吃亏的啦，还没有占便宜的啦。啊，人家哄你不哄，啊，人家有问题你没问题，完全清空，你就赚到了。这很多人做不到了，可是我给大众讲，你要做得到哦。啊，你假如说有光自己有利益，你就悟朗了。很多人不懂啊，啊，修行的一生清凉，见性容易有，而且你看每天日子，今天礼拜二又过了，哇，时间啊。真的是赚到了，做无做无做做，啊，此生命之时全力发挥，此生命之中啊，解脱无碍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利益啊，度众很重要。像啊，我们讲利益十方各生命之子，你把自己给救了。像我们常常讲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。啊，一分沉静的有利，十分沉静的送利呀。像给啊大众讲佛法你不懂，做无做无做做无做做，啊，你怎么看呢？他细胞不老。啊，你做无做无做，一直做做，你智慧如海。不要讲说啊，我做了多少，做多少，这是人道。啊，真正学佛没错，每一样东西都应该的嘞。很多人不懂。啊，你都应该做无做无做，你身体怎么被附体？不可能的。而且做平，啊，做做，啊，能做做，不能做做，啊，平静静心，自己就静心了。像人体啊，只要不波动，啊，不起念头，给他那是修行。教你啊，身段像菜市场，啊，一下就波动波动，啊，这身体很敏感，哇，你不可能见性的。像现在众人满满的，无量无边的，没有人懂啊。像我们现在有生之年的生命。尽量发挥，啊，发挥好是能救你啊，没救谁啊，啊，最少你能够啊遨游宇宙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
像我们人道来讲，游戏人间呐、啊，你要照这个阿弥陀在讲这门面来讲，这个门面呢、啊，哇，就不得了了，啊，这不得了是应该的，为什么？佛是啊，法界众生，所以佛看着我说这是应该这样。啊，看世间人到底有没有福报？啊，有福报很简单的啦。像你不要看到啊，人家的盖房子啊，像你到了 GoCos 看那个哦，饭店名利啊，都很漂亮，很多日本人盖的嘞。啊，那你了解他为什么有这本事？过去就是佛法修来的啦。将来修佛法，啊，你能够度众，帮助人呢，哎，要你福报用不完的、啊。那人道的福报都很短呐、啊，能够发挥啊，就更多的人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所以佛才讲，此生命之时全力发挥，啊，此生命之中啊，解脱无碍，啊，这是利益也是无利益。这个大家听不懂啊！做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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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，都是为做啊！不要自己去沾一点边，不需要，是来做事的啊！能做多少算多少，你就解脱了，你开悟了。像你看佛所做的事业，就是利益十方啊。都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开悟，像这个心态，你们要学到，你们就见性了，而不是我家，啊，是赖家，啊，李家、王家，那就完蛋了，有道理啊？你怎么见性？不可能见性的啦！啊，像你家有这种心态，你就是漂浮的灵魂，现在。可以讲这个孤魂野鬼很多的嘞，像我啊跑去首都，整个都是哦。那为什么我要去那边？我要给他知道香闻道好，就轰动起来，每天抄。啊，带着宇宙菩萨、延禧菩萨，啊，像我在经营呢、啊。啊，一直经营啊，你再看看，很快能成才。因为我是正在救众人的，不然他们都飘飘飘，啊，哪个角落都有，啊，又脱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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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重要的，所以漂浮的灵魂呐、啊，老实讲，幽灵鬼魂，啊，灵魂，啊，魂魄众生。像这个，听到这个，我也给赵总讲，你们学净土第一把交椅啊，那个灵性呢、啊，啊，不会像这幽灵鬼魂呐、啊，灵魂啊啊魂魄，而且是灵敏觉知，啊，千差而不乱，三际而明心，你看司法界、九法界都是灵啊，啊，你灵气不提升。那你就输掉了，啊！灵性人可以对打，真正佛法大家要清楚。啊，不同名称包括灵性的状态，以六大空间漂浮来去轮回不息，没路。真的都是附体了，他的票就是在找人，啊，个性一样他就附体了。现在看到啊，整街都是附体，看眼神也知道，那为什么会被附体？爱好，喜欢，
啊，不晓得你这身体的爱好跟喜欢，啊，你就被附体了。因为什么？啊，这个灵魂鬼魂就是这样啊。他没有爱好跟喜欢，他也不会去做鬼。所以现在一些孩子啊，喜欢玩网络啊，啊，玩手机啊，富的不得了。像时代讲，这社会真的是不懂，很可怜。不晓得啊，幽灵鬼魂这么多，不然人死掉去哪里啊？啊，到阎王殿问一问，没有罪就可以游出来了，有罪就受报复。而且鬼道是1000岁，那1000岁怎么算呢？啊，这鬼道的一天呢、啊，要了解不得了啊！啊，这鬼道的一天是我们的，好像是一个月才啊，这个一个月、啊、给大众讲就是不得了。所以我们初一十五都在拜，都拜鬼了。啊，也是1年365天，而且是1000岁，他的岁数有1000岁。像现在我们在超度，啊，有的超他祖先了，啊，有的排队要去投胎了，已经1000岁了。你看，这个佛法讲得很清楚的。像我们现在学佛。啊，最少要化身、报身、应化身。像这个在时报庄专研处上品才有了。现在佛下来都可以的嘞。啊，其实给大家人道很好修，可是个性把你给害死。啊，你只要不要有自己个性，还是自己的主观啊，真的很好修。可是。你们很可惜啊，只要你有主观有自己个性，你就被附体了啊，大部分都不能做主的嘞。真的，所以老师才讲幽灵鬼魂啊，灵魂啊，魂魄中的不同名称，包括啊灵性的状态，以六道空间漂浮来取序，啊，轮回不续。啊，假如我们今天修到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是渐进成佛后灵性的状态，以佛国土中自在来取。现在佛就在教你这功夫了。啊，给大众讲，不要再傻身体，赶快放下。啊，讲你为这身体想，你不能尽兴的啦。所以我在问啊，诸子啊，修行所修成何？啊，每个人啊都拥有不生不灭的灵性啊，确实有着不同的去处。像这不同去处，看28重天就知道。啊，人家心越清凉，越好心就往上升。啊，心凉越污浊的往下堕。你看，阴间啊，阴暗天的嘞，也不见日光的嘞。没有人懂啊。啊，每个人拥有不生不灭的灵性。确实有着不同去处，啊，这一切由谁做主？由业力，啊，冤亲父子众灵做主，啊，由灵性之心，啊，本人做主。诸子心中当有答案。就好像说，你今天为什么被附体啊？啊，你把它想来的啊，这个一切作为啊，由业力、冤亲父子众灵做主。啊，为什么这样？贪婪。
看人来的嘞。像我们今天学净土法门，啊，主要灵敏觉知，自信本能做主，所以佛在问你：诸子心中当有答案。假如说你每天都在空间，那你这人已经定死了，啊，你给幽灵给用走了。假如你今天呢，啊，灵性自信能做主，恭喜你啊，啊，你成就了，很可怜的嘞。像现在啊，看到孤魂野鬼多不多？多。护体最多不能做主，就这样了。很多人不懂，当然鬼不能做主了，才知道以前有生不会珍贵啊，现在听了讲经啊，后悔莫及，来不及了。啊，所以无数的日子啊，灵性漂泊不安中度过。啊，身体在浑浊不清中度过。接下来日子要如何过？这个浑浊就是里面调局啊，分层不能做主，叫做浑浊了。啊，每天都在空间。这佛讲的不是我讲的。啊，无数日的日子，啊，灵性漂浮不安度度过。啊，那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啊，难行不行，不愿行啊，因为分层调局难自主，因为个性习气难改，因为思维啊，我见我执深重，啊，因为我也看破放下。但为了进步见性，讲给大众讲，啊，你们看到这个分层啊，调局好像不害怕，众生一直占位置占走了，就像我们身体啊，空间被占走了。假如你才会看人呐，啊，就知道这事情可严重。样子都不一样的嘞，啊，不能不懂哦，啊，修行是改自己的，啊，看自己跟谁都没关系啊。像我也给修行人讲，啊，谁都跟你没关系，都是个体。家里拉了谁都有关系，我告诉你不能见性的啦。像我们啊，在讲自信，自信很重要。家人，我也给你们啊，比较你啊，这个石头一下，家里调举不能举，都进入空间，你就知道你的前途很黑暗。你不可能尽兴的啦，我给大众讲要听啊，这黑暗怎么来？每天他给你占据，因为你不能做主啊，身体的令众人一直进来啊，啊，在真正的修行人呢要进步啊，拜佛精进，勇猛精进的啦。啊，护体少，给大众讲，你才有救。一直护，一直护，你就一直枯萎了。这佛讲的，啊，说感恩接受狮子佛当头鹤般的，啊，提振，愿意啊提高自我警觉，不再功高我慢，愿意啊怎么像你们都不能做主，还功高我慢？
啊，进入空间都不能做主，再公告我妈，你不是判死刑？像人道为什么要学佛？要人做主啊！每个人都可以的嘞。啊，当然你不能做主啊，就死定了。啊，愿意正发心精进改故，啊，愿意接受啊他人的劝告提醒，但要啊谦虚谦卑啊，尊重对方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谁在狮子吼，能给对方当同喝彩，啊，谁能够劝告提醒对方。啊，见性者有德行者，众生愿幸福；有知识者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修行很重要。救谁救你了？啊，能够自己提升自己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像我们人体啊，我附体太多了，吓死了。重重无尽，很可怕的。可是他还不改，我们也没办法啊。所以各个生命之责啊，啊，各个生命之责，诸生命呢各有所长啊，不互相比，都要在教育啊，一定要尽力发挥啊！护助人齐行啊，像我们的生命之责很重要。你不学佛不懂啊，不会浪费生命一天一天的过啊，每啊这个秒针都很重要的。像我们现在同堂啊道友在一起互助提携很重要，每个人生命都很珍贵的，啊，所以佛讲孩子啊，各生命有责，各生命应自发挥。像现在你闻到大法了，你赚到了，啊，发挥能不能容易？把过去都给它忘掉，啊，助他尽自己能力，莫由业力牵引，啊，自不自证。像这个业力啊牵引都是你的身体啦，啊，对你身体有喜好了，你爱了，你就上当了，被控制了。像我给大众讲，像我们身体是在这世间呢，游戏人间呢，把身体太宠了，就把你给害死了。啊，讲你今天修行来讲，若所见他人之长，自不知自己成长，不同之责如何相比？你还有资格嫉妒吗？怎么可能？啊，像我给他会嫉妒的人不能成就。所见他人之长，自不知道自己成长，不同之责如何相比？像啊，像我们修行人呢、啊，一定要知道，只要你嫉妒障碍，还是看人呐、啊，啊不行的、啊，你心很窄，你不可能
见性的嘞。我给你们大众讲，要听我。啊，虽然你跟着佛在一起啊，你不可能见性的啦，要改哦。啊，所以佛才莫见他人，只住自己的步伐。啊，应当清净。像我们来修行也给大众，每个人都有成就。啊，你的精进是应该的，我也要精进，那是佛法了。啊，假如你是嫉妒啊，那这事情可严重了。啊，大部分都是魔界来呀、啊，像现在我们跑很多魔界、啊，都是嫉妒来的。啊，像讲这嫉妒啊，我也给大家，就为这个身啊，很不值钱。像魔众也是修行为这个身啊，他不是为内在。像我们的净土，我们完全都是内在的。啊，内在怎么看法呢？啊，做给人家看，心量大。很重要的嘞，像一口气在，你看一天一天过，哦，很快的。啊，你知道这生命尽力发挥，哇，那不得了。这样主要是自己要啊成就能解脱了，啊，能找回自己了。很重要的嘞，啊，假如说你今天呢、啊、一天一天的哭，啊，还嫉妒障碍，那就太可惜了，你就在原地踏步了。所以佛在讲啊，人道难度啊，他我问佛。我就讲，啊，人好度吗？啊，人啊，难度就是有思维啦，自我保护啦，很难度的嘞。看我一直在经营，他就是不行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各生命之责，当注意，当行之。啊，在生命之时啊，尽力发挥。像我们好，不是做给人家看的，真正慈悲啊。啊，像我也给你们大众讲，你们想要见性，你心量不大，不可能的嘞。心量很重要啊，心量啊，能尽力发挥，使生命之力量啊，带动自己提升成就解脱，都是自己啊，对自己啊。像我们现在啊，不能不懂，你一有比较你就输了啊。我在讲这个，很多人听不懂啊，为什么你比较就输？你心动了，你怎么能够见性？像净土法门，心不能动的嘞。像这个小细节啊，大家很注意哦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人家最喜欢比较啊。啊，你一有比较，不是学佛人，输了。现在我们讲，生命各有不同，教育啦，父母的教育啦，
啊，父母教得好，你成长；父母教不好，啊，你这一世也完蛋了。所以我得给大家讲，父母的教育都非常重要的。啊，所以佛才讲，生命各是不同，却是相同之性啊，紧紧成长。啊，真的想要进行，自己要调啦。啊，不然呢、啊？啊，一天一天的过，啊，一天一天的老化，对自己伤害很大的。等于你是原地踏步啊，所以在净土法门呢，讲给大家就是心量，不然人家已经成长，你还在原地啊，不能不懂。所以给大家讲，听经很重要，这是佛讲的。所以佛也讲过、哦。生命互助没有比较，啊，生命各是不同，却是相同之性，啊，精进成长，为生命之者，像我们现在，啊，业力现前，啊，不知真呐、啊，真实的真呐、啊，像我也给。大众讲啊，修净土法门很现实哦。啊，只要你不是真正的啊这个净化，啊，可以讲内心的、啊、零污染，你会生病哦。他这个净就是干净，啊，听经能够啊听得清楚，赶快改。每个人都个体啦，没有谁害谁啦。啊，讲你的心就还很狭窄，进入法门呢，你得不到了。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啊，进入法门呢，啊，是灵性成就。不然怎么有化身啊，不然怎么有千百亿化身所以真理很重要。像我们现在啊，佛在讲解啊，老实讲解，一点一滴都要很小心，不要好像原谅自己身体。现在我也给大家，没有人淘汰我们，大部分都是自己淘汰自己，很可怜的嘞。啊，所以要当觉醒，很重要。老实讲，真正放下，像这个真正放下。老师讲得很好啊，啊，须从啊心中之因果，明道理，明白见性后，看似无却全有之理，啊，从中啊不思不想不念，这很重要。像那修行来讲是平等啊，啊，讲你用平等心呐、啊。啊，能够真正放下，对你帮助很大的嘞。像我们人道养殖习惯，喜欢啦、爱啦，啊，什么名词都有，就把自己给困死了。啊，给大众讲骗人的嘞！
啊，假如真正放下，听经啊，啊，是从心中之因果，啊，明道理。这句话呢，啊，有生病人要听哦。讲你们身体出了问题的人呐、啊，要好好的听哦。啊，真正放下，须从心中之因果明道理，大家好好的听哦。假如说你呀、啊，啊，没有真正放下，还为这生付出啊，那我告诉你，啊，因果都在的。像我们明白见性后，看似无，却是全有之理。从心中不思不想不念，这个要自己去精进啦。啊，你做不到，你不可能见性的啦。放下尤其最最爱的罪，啊，最关心的人或是宠物。现在很多人为这宠物付出代价很大，后来自己就做宠物了，而且最爱吃的食物及调味习惯，爱与男女情谊上，对女色啦、男众最有深感心受者，我这不能见性。这样你看到男众喜欢女众喜欢离波动。不是修行人啊，我给大众讲要听，你也不可能见性的。啊，最令你担心的牵挂放不下者，还家亲夫妻儿女，财色名食睡，贪嗔痴慢疑，家有这个东西你都不能见性，而且慢慢枯萎。啊，怎么枯萎？梦中抓，他说梦中给你抓的嘞。假如你这习惯都没有断，梦中就把你抓走了。像人家讲，哎呦，修行不好，这也不行，这不行，啊，人心也不用修了。啊，人行也不能见性的。啊，只要一碰触，心动了，输了。哎呦，都是戒律，不修了，轮回了。现在戒律我很爱。啊，有戒律才能见性的嘞。佛讲不行，我们不行。啊，佛讲行，啊，尽量去发挥。人道很棒啊，游戏人间呢、啊。啊，如今修行之际，此种种皆当放下，啊，勿碰触，勿思啊，勿想，勿念。现在人知识分子很多。俺家的不执着，不可能的。他不懂。现在我们相关大法师，啊，经典呢，你们要好好的听。啊，只要你碰触，啊，思维想念，藕断丝连，梦中给你抓住，你身体就一直垮。没有人害我们的嘞，像佛法啊，真的好啊！啊，知道我们的毛病，叫我们要改，好不好改？难改，啊，难改也要改。你不改啊，你就一直枯萎，啊，跟世间人一样，病死。像我们现在要改变，就是不病不死。
啊，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像我们这个制作是世间人呐、啊，啊，南门不舍也是世间人呐、啊，啊，皆是乖，障碍修行。像全天下，啊，澎湖开店到家，哪个家庭有百年？没有的嘞。真的、啊，你看一代一代一代，像我们这一代虽然是佛法世家，哎呀赚到了活下来。假如你能够听话，就赚到喽。啊，能够放下，你不听话你就淘汰了。最高级的老师你来淘汰，哎呀，你不是一次就狂妄，就为了个性。像啊，我们跟人家相处都是自己对的，你这个人不可能成就了。啊，能谦虚谦卑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可以成就。啊，所以当随时提起佛号或背经啊，无碰触，无思无想，此为经。啊，一定要自己下手啊！不看不听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而且自己要勇猛精进。啊，像华藏比丘，我佛呀，高才勇者，于是在世界名记世界第一。啊，又有殊胜的练慧力，我就学着练慧力呀、啊。啊，这个念慧力很重要的嘞，纯净纯善。接下来看呢，我的妈妈说在修行，每一段都很精彩。啊，你在超度观想就很容易了。啊，那越慈悲越观想，越慈悲对自己帮助越大，不然呢身体就被淘汰了。啊，这带勇猛精进呢，精进之后自有发挥之地。啊，往昔有缘家亲情重，各有得度生息。真的，像我也给大家讲，千万不要自私哦。啊，自私就把自己给害死了。现在你们啊，也都岁数这么大了，最少都是三十几岁了，40岁、50岁啊，看到人的再不改也没机会了。像这个法缘殊胜哦，像我把我们家亲的都渡走了。看家里啊有个成就，啊，把家亲眷属渡走了。像这个言法很重要，啊，叫做法脉，啊，像我的法脉，啊，这个很重要的嘞。你看，人到从澎湖开进来，没有一个不死。啊，其实人没死，啊，你可以不病的嘞。那为什么生病？个性太强。像我也给全世界讲，千万不要有个性哦。啊，个性对自己伤害很大。啊，伤害大家呢，重点就找到。啊，你慈悲啊，那就赚大了。此言尽可有言法，因之啊习，就好像我活了那么多，
在香港大佛寺啊。假如我们今天啊，知法，那我告诉你啊，你应受了。不知法，身体都不能调啊，你就枯萎了。像现在很年轻的都在枯萎啊。不晓得珍惜啊。像人道来讲，每天都不能浪费的嘞。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知道金可知法使言熟，言法之中解自身，很多人不懂。像我们在讲这水也没有用，有缘就渡，没有就忘掉，越渡越渡越渡渡，给大众讲，你能尽兴的了。像现在活在啊，你要发挥，那力量很大的。这力量大也给大众讲你可以解身。像现在我们呢，人到了败笔就是这动，人讲一句就动，人讲两句就动，你不能尽兴的吧？修行在解自身啊，看了就懂了。真的，像这世间来讲，骗人的了。还在自己想自己就输掉了。所以啊，金可知法，此言熟，净土法脉不得了。像很多人呢，对这净土不了解，你能净法不得了，不会被附体啊。像我们今天为了这假身，好奇，这个好奇啊。往外求，身就污染了。只要你污染回来就很难。可以讲说，你污染以后，这身体就淘汰了。现在看你们要调举进入空间，这事情可严重了。言法之中解之身，再可有绝将法团。像净土法脉很重要的嘞，像我们也给大众讲啊，假如说讲放生啊，大家都听得懂啊。像我们以前常常在放生啊，这就是言呐。假如我们今天的言呐，在此世上，多少众生与情缘来完蛋啊！只要你有情缘啊，我给大众讲，你不可能清净见性的啦。像净土很干净的嘞，越干净越干净啊，你们的修行就越好。像现在像华清啊，华清啊，佛给你开示的，你们要重新看过，对你们帮助很大的。
啊，说多少众生情缘之前，在这众生啊行欲望，啊寻求欲望，不懂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缘啊，大家要做好。啊，为可解戒呢？此生命呢，未有缘法。像我们讲这句话，大家听不懂，不能了生死出三界，骗人的人。啊，像西方就在这里啊。啊，你怎么碰不到西方？没赢，像只要你卫生体啊，跟希望就没赢了。像我们今天学的大法，啊，为可解见此生命呢？未有缘法，在者众生寻求欲望，在座众生的情缘之间，缘已死失散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像现在你看到哪个家不生老病死啊，我们偏要跳进去要去生老病死啊，可以处理的呗。像我们修行呢 啊什么叫人将缘渡缘，一生本事把家人给救了，啊，在此世间度众是缘法之真。所以要给大众讲很重要的嘞。像我们呢，不必要这身体啊，只是借用啊，污染的厉害啊，不晓得净化啊，所以啊，缘法之真在此世间度众，啊，人将缘度缘，有缘就度了，啊，没缘就随缘了。所以呢，依法可以临众的了，缘是缘，所以盼孩啊，尽可以踏上归途，自行成就。啊，这个世界给大众讲。看你能不能突破这假身啊，像我们身体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嘞。像一口气不来就走了，搞了感情又是咋把自己给毒死，划不来的嘞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相关道叫做身心疗法，像讲这个身心疗法，大家要听清楚，你心不改不能疗的嘞，叫做心。像为什么众生找到你，你心会改啊？不要讲我学佛这么多年，啊，众生找我，啊，你就自是把他找到的嘞。很多人不懂，所以知道能够真忏真改，就好像我要回西方，我知道生是污染，啊，我不要再有这颗心，啊，把个性自己啊统统改变了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。只要你个性不改。你不可能见性的啦，很可惜的嘞。而且给大家，你个性不能，到后来都不能做主。没有人害我们，
我们自己害自己啊。说孩子啊，请众化解超度冤众燃尽数，啊，肉会相光，这句话很深的了。啊，现在啊，我活了，妈咪头是我们这里的住持啊。只要你真心改，佛都能助你的。只要你还是我行我素，啊，你来相光也没用。啊，可是老师讲，若会与相光与众生的冤业如何能够化解？所以我们第一个改。啊，你不改，我没办法救你的。像我们也常常讲啊，啊，要这个请众来讲，要治本不要治标啊。个性不值钱呐，啊，只要你个性抓得很紧。与众生冤业如何能化解？因为他就在你身体啊，啊，确实此时啊，来冤众与生在你身体啊，令劳苦、病苦、死苦，或令生苦、辛苦，很多的嘞。现在一言不懂啊，啊，不晓得阿弥陀真的能够就是。可是你要听经啊，为什么要听经？听经才能治本的嘞。啊，治标啊，你越老越老啊，你身体越虚啊。啊，你个性都不改，众生都在的嘞。给大众讲非常严肃的问题。没有人懂，所以我给大众讲啊，不学佛不学学佛真干啊，真干第一个改心，救谁救你了？只要你心不改，还是很跋扈，那我跟你讲，你病好不了。啊，谁抓的？你抓众人，不是众人抓你。其实啊，众生是很直的嘞，鬼道是直的，看到你就是抓你，啊，你以前害我，啊，他就抓得很紧，啊，你心不松，他抓得更紧。那你说谁苦？你自己苦了。啊，就变你劳苦、病苦、死苦啊！像人倒不能生病的，生病很苦的，不能不懂的，是吧？为何冤众频频请出？诸子乃是诸苦未离，乃因啊请众之后，个性未改，贪心称佛，愚痴现，傲慢一心起。招感惑众得处啊！我给大众讲要听哦，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哦。像我们呢，讲个年代来讲，还有一个宋朝，你在宋朝害人呢、啊，宋朝的国际就在你的细胞里啊。啊，假如说是明朝，啊，明朝人也是在你的细胞里，啊，你有傲慢起心称我，众生都倒。像我们现在学，我才知道，还有个性要改哦。啊，个性不改，第一个把自己给毒死了。像现在不打开。才知道，哎呦，现在人疑难杂症一大堆，医院很多的嘞。这事情很严重的嘞，他不晓得因果，
开刀开刀又开刀，啊，妻子给他的不止他在开刀，第一座在塑形。像我们今天学的大法，给大众讲要改哦。只要你都不改，里面排位出来都很难听的嘞。啊，说孩子们，累劫累世以来啊，冤亲家亲无数，若为真忏悔，真改过。啊，如果能够止住啊，如潮浪般的冤亲债主现前，如果能够堪受冤亲债逃跑，变脸啦、变形啦、老化啦、病苦死苦。像你们现在病来了要听哦，调局啊，分成啊，身心主苦，不能做主的。啊，老实讲，疏忽生明此理啊，深知此况，于是啊，纯纯的教导，不厌其烦的叮咛，叫你们改个性，改个性。你们不听啊，张学文我们要度众啊，啊，你这么自私，自己冤亲都不重，你是度谁？这不能不懂啊！希望诸子真诚啊，真忏改过，免受祝福，就是个性要改了。像我们最笨就是称佛啦，愚痴的，像自己啊病入膏肓，还一天到晚生气，谁害谁害自己啊？不能不懂的嘞。啊，说随佛身息做佛法，啊，切劝呢冤众家亲放下，希望诸子啊能真忏啊真改，免受诸苦。现在给大众讲啊，啊，你不改的话，身体好不了，会变脸。变形、老化、病苦、死苦，像现在我们闻到大法，啊，只要你个性改了，百病不及。只要你听不下去，还是有个性，你也被淘汰了。啊，像你们不改，早晚淘汰的嘞。没有人谁害我们，自己害自己啊。啊，此种啊，此些种种相关独有，何处有阿弥陀佛可随时随地，啊，于法会佛光中接种入席？何处能有此清净地修行及见性者之看顾？很重要的嘞。啊，假如我们不能珍惜啊，就输掉了。诸子不明啊，不愿明。老师在讲，但盼冤亲家亲的命。看我每天在给这个众人讲说，啊，你要靠他们啦、啊，改很难啦、啊，不如自己赶快逃命。真的，我不会骗你，老师也这样讲，是不是啊？诸子不明啊，不愿明，啊，情愿放给他烂掉，啊，但盼冤亲家亲的命。啊，切愿离苦生喜是诸众大福也，很重要哦。像我啊，给你人道人讲有见性啦、啊。像我们知道这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，有这个人生很难得到的嘞。啊，什么叫做孩子们真忏真改？
啊，不要有个性啊，有个性就把自己给毒死啊。所以啊，真忏真改才能够明了真实义啊，才能见性啊，见本来面目，很重要哦，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啊，在我们这相关大佛寺啊，修行啊，给大众要靠自己的。像我们呢，啊，要不要个性？不要，这个个性啊，忠诚度到。啊，越没个性，越没个性呢、啊，自己就见性了。所以。当得净明，才知道自己曾经是如何的啊懒惰。修行要靠自己的，啊，当平静时才知道自己啊以往是多么的起伏，啊，如果没有得静及平静时，如何可发现那？哪一种才是事实真相？不能不懂，修行都要靠自己的。啊，像我给大众讲，我们都是个体，谁都救不了谁，只有自己改。啊，讲你搞不了就淘汰了，就要生病了。啊，事实真相往往是令人感到惊讶，是原来自己的过去。活在真理正道的相违背，啊，相反的方向。你看，这身体的代价太不值钱了，啊，走偏的不知情哎，个性不改啊，却以为走对，啊，走的踏实的话。啊，结果乃六道轮回不停，生老病死是自己受，无人代替。啊，无人代的。像我们现在给大家修行，就救自己啊，没救别人。啊，给大众讲，见性是为自家事哦，精进是靠自己哦。啊，像我们相关大佛寺，超度、诵经拜佛、念佛就是超度啦。主要在改个性啦。啊，假如个性习气不改，你不可能见性的。像我们今天在相关道佛寺修行啊，每天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。假如你还是一直枯萎，那就输掉了。啊，没有人懂的。啊，像这个啊，佛很慈悲。难改啊，乃虚虚数数改。啊，无人带给靠自己，众生找你不找别人的。像我给大众讲，这个体很多人听不懂。啊，就是众生，你自己众生，你众生找你啊。像我们学佛，学到众生找到，那就太可惜啊。啊，无人代啊代改，靠自己。啊，一步一脚印啊，由心带身行，真的可以的。像我们现在啊，佛开示老师开，很精彩的。只要你是真理，不违背真理，这条路都好走。
阿人啊，行为啊，自信啊，见本来。像我也给你们那四众弟子啊，啊讲要听。我们身体是科技的科技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海阔天空自在游，身体科技科技啊，度正生息往前去，行为自息见本来，修行是这样的。下你在操作，佛就在前面，他都在接引啊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修行不是很难，像我们这个假身也知道是借用的，不值得。啊，积极的啊，要给大众讲要践行啊，改个性的、啊、像你们在这里啊，啊，一左边我就看得见，啊，一自私啊，我就看得见。像活在开始讲出来，大家要听一下，到底自己有没有？不能骗人的嘞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哦，精进要靠自己哦。啊。改个性也要靠自己哦，修行靠自己啊。啊，像修行者啊，啊，平淡朴实，啊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啊，平淡朴实之心行，为定向，心中有定。与自然自信相应，所以本来面目。所以修行者要给大众讲啊，越平淡越朴实，对自己帮助越大啊，能静心啊，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像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平淡朴实是一种心性，自然上出来的特质啊，这是人道了。所以啊，与人呐、啊，啊，与人们的本能相应，像我们啊，食衣住行啊。啊，与言行举止生活态度中可见，所以你越平淡越朴实，见性很容易的啦。香港老师教得很好，佛也讲得很好，啊，每一句话你都能够一针见血。像我们这个平淡朴实啊，是一种稳定的状况，知足。啊，叫做知足常乐，所以静而不喧哗，不平而无波，啊，平而无波很重要啊。而且你看修行人呢，不能骗人的嘞，啊，自然三化的特质啊，与人们本能相应，啊，所以越平淡越朴实啊。对自己帮助越大的，给大众讲要听哦。像我们现在跟着佛，能游步十方哎，可以的。佛法很浩瀚，啊，找回法身。幽步十方，指灵性油化自在的去，很重要。